雄室内合唱团的李淑芬，我祝福大家圣诞快乐。高雄师范大学学生的林振群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！都安好安好的天气地度，做得有动手暖的心情。我是高雄室内合唱团王宏源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！大家好，我是高室内合唱团的张晨普，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！耶、yeah!！听众大家好，我是中山大学音乐系翁嘉芬，高雄室内合唱团的指挥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如意。我是高雄长庚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郭景元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Hello， 我是中山大学王望舒王老师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女高音王秋离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是屏东商业技术学院的数学老师孔宪成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我是高树国中音乐老师杨淑凡，在这个特别的佳节里，祝各位听众圣诞节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！大家好，我是钢琴美少女许桂芳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高雄荣总外科医师王秉慧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交换学生，我叫高维范，非常高兴能在台湾认识大家。那圣诞快到了，新年也快到了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，一年都顺利。我是师大数学系的系友刘恩豪，要祝大家圣诞快乐。新甲国小的同学，祝大家